当你的神将等级达到45级，会提示你开启零号空洞枯败花圃的关卡。当你通关一次枯败花圃，会逐渐让你开启11难度地狱级的枯败花圃关卡。很难吗？不难，只是零容错而已。要打就打这个最难的，还有个11过不去。其实我这个过的话，跟11的难度是差不多。怎么能退？纯爷们儿遇到问题怎么都能退？我们要想办法怎么冲过去，对不对？而不是退。敌人越强大，我就要击败他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能退的？纯爷们儿不能退的。坚决不能退，这是背影啊！真是麻烦，冲走吧！你看，你说我是将主，这不是将主，男人嘛，遇强则强，兄弟，对不对？斩，回，比翼。我再闪，这人，你别跑，你别跑，你给我太远。对，金朝，哎，你看这个，爷爷，这个有极限冲了没有？把土拔了，往前闪，不着急。姑娘，李毅，刚进第二了。麻烦来了。来，给重击，李毅。我往外闪，不着急。再反。哎。好，李毅。武功，提刀。武功。在闪，弹，康角，李毅，弹笔没有能量，李毅，清理一波。好久不见，回来，把大招交了。别闪，换两个小的宝石。你叫他回来。这什么啊？这是。李毅，武功，一刀，再李毅，武功有极限失域了，往外闪，准备回闪，回闪，极限失域触发，来李毅，武功，一刀，武功，闪，啊。李毅，李毅，武器先失去了。离远点。再给一，这是转圈，赶紧跑。哎，不是转圈，我的。李毅，往外走，别炸我，别炸我。有极限失域，不怕。有极限失域，李毅，武功，先安比，能破吗？没破出来。哎呀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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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没事没事。把大招叫了，真是麻烦。我头上还有一把。有极限失域。塔无地震，一技能。塔无地震，
是啥呀？怎么还有啊？不是没有虚字了吗？都清了吗？同意。好。打计划。知道了，这样继续。离远点。在哪小？不能。拿过来了。走开。在哪小？闭嘴。把小子清理掉。问题不大啊，加油！加油！你可以的，林妮，加油！接好。不贪，不贪。水平了。不贪。打完一套就跑。不贪，走。普攻。走，不贪。正好触发极限失域，单帮好。极限失域，往回走。李毅，加油！过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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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了。Nice。怎么样，将种成员？将种可以吧？这就是将种的厉害。